哎，早上好，请问哈转来吗？喂，我是哈转，你是谁？我是Ben，这个星期七你要空好吗？要空？为什么？我想约你和 Sherif 去文物大门购物中心买东西。好啊，我会跟 Sherif。谢谢。这个星期七二点，我们在文物大门门口见面。谁打来？好，便打来。这个星期六，他想约我们去问他们购物送情。好啊，我想买礼物送给我的爸爸的生日。你怎么去？我不知道，我可以坐巴士。去还是坐的士去？你呢？我坐摩托车。好啊。我要回家，别忘了这个星期六二见。好啊。问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晚上好。在哪里？朱记，我来晚了，没关系，你为什么来晚了？因为我们家人不在家。那里的后路就坏了。怪不得，他说还没有逃。谢弟，你好嘛？我很好，你呢？我也很好。哼，他说来了。对不起，你们就真的没关系。你为什么来晚了？因为我花在车坏了。你去哪里？我去进柜街。我们可以去吗？你要买什么？我要买衣服。变，你要什么样子的？什么都可以。这件好吗？还好，多少钱？50块钱。那件比较贵，80块钱。对不起，让
你们觉得你在你什么当选？我卖手表，送给我的妈妈的生日。哦，我的妈妈的生日。好，明天我的妈妈的生日。这里的手表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我饿了，你们呢？我们也饿。真厉害，帅子！Ben， Yo， Sheriff， 我们吃东西在巴黎咖啡店好吗？还好。好好，请等一下，请等一下。哇，徐伟林你要来了。这里的气氛很好吃。对啊，太好了。阿尊，边为什么还没有到？哦，边，我不知道。我昨天晚上肚子不能睡觉。你去医院看医生了吗？除了医生说我发烧了。多少你的体温吗？39度。哇，医生大声吗？不啊，他给我药和两天病假。你不舒服，为什么不在家里休息呢？对对。我已经吃了药，现在好多了。老师，顶住了。对啊。阿顺，谢礼，欢迎欢迎。彼岸，祝你开斋节快乐。谢谢，也祝你们开斋节快乐。请进来。阿顺，他是谁？我是我的朋友，姑妈。姑妈，你好。你好吗？姑妈，进来。谢谢。Ben， 你的父亲和母亲呢？他们去亲戚了。Sherry， 辛苦。谢谢。
A1，庆祝。谢谢。你们要和人什么？什么都可以。啊，谢礼，晚，轻的一些啊。好的。好的。姑妈，这是马来人的糕饼，请吃一吃。谢谢。很好吃。好的。饮料来了。耶。谢谢。边，谢谢。不谢。边，你的面子熟。一有个儿孩子的照片。片，他是谁？哦，他是我的老朋友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Bella de la Rosa。他很像我的女朋友。对呀吗？对呀。变，他几岁了？他比我大，今年，23岁了。变，他的人怎么样？他很老实，也很友善。哇，变得很白。也很漂亮。是啊，她比我白，不过瘦了点。燕，我们要我的叔叔的家去。好的。好，晚安。谢谢。燕燕，不谢。